手的哦哦红色高跟鞋，要怎么去形容你最体贴，该拿什么跟你做比较才算特别，对你的感觉强烈却不太了解，只凭直觉你想我在被子里舒服，却又想风筝摸不住，像双双散发的香水味，像爱不释手的双最美的色的分线，人怎么可能会无忧无虑的呢？开心它只是一瞬间的，知道吧？这个世界谁会羡慕着谁？月亮它我的情不变，我的爱不变，月亮它要我的心。嘿嘿，昨天的夜把你穿着，韵达邮政，
应付。幺二刚四起。还有个一二三杠幺四四。还有个一二三杠幺四四，幺二杠四七呀。哎，还有个一二三杠幺四四，一二三杠幺四四。嗯。中了，我套了四杠的，你还给我买辣椒了吗？我说你那手机老是光不要钱哈。嗯。支付成功。多包裹用户，收货成功。那个要 PDF 的，等等。问你锅是哪个快递啊？管的这一小个是什么狗东西啊？这小个。什么一霸？老大的理想是三装一霸。这一小哥确实是精到了。兔丁胶是什么玩意儿？哦。就是纸巾和辣椒面，唉，然后就是韵达。你不喜欢叫的话，你就叫我蔡哥，我承受得起。圆通没有圆通啊。我这有韵达，韵达有两个。网络不好，你开下音乐，看你们有没得。哦，你打开，你打开啊。那两位是不是让照片嘛？说不清楚了哈。哎，我们两天都行了。过去搞点坏事哈。嗯。不是故意搞的哈。现在出来很麻烦。你是哪个嘛？你也是哪个嘛？我那个是在抖音上，抖音上买不到，这个是不是？对，一二三四五，五瓶，25.3。嗯，五瓶二
二十六块三哈，嗯，你三瓶，五瓶二十六块三，六块三包钱呗。五二十五，快到了嘛。二十五，嘛，五瓶五二十五，一瓶发五块多点。哎，十块多点哈。哎，他拿个十一二块钱都行，对吧？好大个，这个多点少点。那边的人比较乱，那边的人他跑去跑那个，哎，那家境危险都发你这样子都行。哎，发了我的那个。喂，他不是他这个大概是三瓶，你问他哎哦，外头他是不是买三瓶？哎，他这个你拿起来不是五瓶是不是？哎，补他两瓶的钱就行了。反正取快递太慢了，兄弟。